拿我公司的商品去卖，不要勉强。对，而且是一条龙哦，直接用我公司的货运出货。哎呦，那就说他叫助人员，助人不周，所以他每天要坐计程车。平常啊，都还要骑摩托车，他说他要坐计程车。每晚11点 ，TVBS 11点热炒店。